吃饭高峰期。我不信。对，你有点吃不消。没到高峰期。啊，师傅你好。你抓个服务员，你问他你家好不好吃，你肯定好吃。啊，这边怎么开号啊？这边没有人。哎，这边排号的，我还告诉你，排号的全网红店，全都是假的，不是本地的地地道道的。您说是这样吗？这儿要是真的好吃，真的颠覆了我30年人生的认知。土豆，然后金针菇呢？哎，肥牛点了吗？哎，这雪花肥牛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128一个。哟，酥肉，这我一定要来一份。哟，红糖糍粑我来了一个啊。午餐肉来一份。童老师点的非常的海底捞，我在海底捞也会点这些菜。是，你是有什么区别吗？注意表情的层次感啊，层次感。这肉有点老了，因为煮久了。我这不是紧着吗？我尝这酥肉。我跟你说，一般一家这个店啊，好不好吃就看这酥肉行不行。哎，我看看酥。那到底行不行？不是那么行。哎呦，这后劲儿呢上来了。对，它这个辣有后劲儿了，突然感觉有点不错了。你30年的人生认知被颠覆了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火锅店。